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就来到中国新年了，通常在亚洲啦都会做这个办年货的噃。我都不舒适啦，在美国里面，在美国这里，我都在亚洲办了一些年货。终于呢，总共有三炮，第一炮提早一日到了，实在太开心了。好久没办过年货，终于有机会办一些年货了，期待已久的包裹来临。这是我的新年的年货产品。看看，哇，咦，竟然有赠品，送一个 Temple 纸巾。网页都是我的公司同事告诉我，我才知道它的存在。里面呢买一些香港的食品啦，这里是买不到的。当然有我的挚爱啦，薯片啊，番茄味啊，这里买不到的，超多啊，好多薯片啊。哎，嗱，新年呢人家煮鲍鱼，我又煮鲍鱼了，是不是很正呢？ Calabi 的。还有什么？哎哟，看看，麻婆豆腐，新年我就煮这些餸的啦。当然啦，这个是很隐蔽要煮法，现在就我老爸不知道我买这么多这些薯片，还要这样的这些餸菜。那到那天呢，新年那天呢，当然我就落下厨啦。还有开埋麻辣火锅，哇，几正！到新年嗰日大大餐啊，开餐啊！咧，仲有烧肠仔，你话新年睇下我哋个晚餐丰唔丰富？哇，西班牙肉肠，你下万呢度都买唔到噶。诶，仲有咕噜肉喎，可以食埋。同埋又订咗呢个奇华蛋卷。自从上次去咗香港几次之后，已经爱上了奇华这些产品了。这个是我们选的芝麻味，是这里买不到的。好了，那第二箱就收到了，还有一箱，希望这两天就收起来。现在就开一下，看看这一箱有什么东西了，很期待，太开心了。哇，我第二箱看看，五香肉丁啦，我的挚爱的茶餐厅的食品。哦，又是台湾肠仔，好像我每一样都 order 两包的，除了这个番茄味我 order 了六包啊，不少得就是口水鸡啦，芭蕉啊，是不是吃紧餸呢？超级狗大鬼的麻婆豆腐，这个第二包水煮鱼哦，限量版啊，限定的 seasonal。 然后跟住有些马仔啦，这个低，我们 order 了奇华的低糖全蛋的鸡蛋仔，好像是两包的，一个低糖一个不是低糖。那这一盒呢就是这个迷你核桃酥的，又是奇华，个盒有点扁了，看一下先，看看，实在太开心了。今年的新年虽然留在家里啊，几多核桃酥都不是很小啊，他说迷你版都几大下，都很多包，里面有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包，不错不错，还有一箱期待着啦。大家好，今天新年晚餐整个八大鬼出来，好的啦，已经好辛苦地煮好。今天我们包括有什么餸呢？准备好没啊？有口水鸡啦，口水鸡餸啦，有这个四川麻婆豆腐哦。那我们再来一个，梗是新年怎可以不少得有鲍鱼的呢？梗系要食翻个鲍鱼噶嘛！嗱，
食完包，而家食翻啲普通嘅餸咯喎。以前成日食開嘅喎，咕嚕肉。哇，幾多餸？四大鬼啦已經。我煮咗幾辛苦啊！嗱，食完呢啲咁嘅正常餐，跟嚟翻個茶餐廳嘅餸啦，係咪先？五香肉丁喎、啊，嚟個五香肉丁。咁啊，嚟喺茶餐廳。梗係食翻啲街頭嘅嘢食先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梗係烤啲嘢啦，咁啊就烤咗啲香腸咯，烤香腸喎、哦。咁我哋烤完香腸咧，梗係又肚餓又唔係好夠食啦。唔夠食之餘，梗係食啲咩咧？又凍咯天氣，梗係食翻啲麻辣火鍋啦，係咪先？麻辣火鍋食完啦，梗係食翻啲西式啦。梗係咁多中式，而家要食翻啲西式，川菜又有，香港式又有，食翻最多尾就係西班牙披薩薄餅辣腸。今晚就我哋嘅新年嘅，啱啱好九大鬼啦，而家整好，竟然揾到個水煮魚，限定噶呢、這個係我喜歡嘅時候，我先煮呢個餸嘅咋，嗱限定噶。太開心啦！今晚食嗰啲嘢，九大鬼餸啦！呢八個餸咧，我煮得好辛苦嘅，足足搞到我成日嘅功夫先可以煮咗呢八個唔同地方，又四川又港式又台灣又西式嘅西班牙嘅嘢食，簡直好豐富。最辛苦最難煮咧就係呢個鮑魚啦！嗱，呢就係我嘅咩啊新年。辦貨啦，辦年貨，辦年貨。不過咧，仲爭一箱，唔知仲未嚟緊，可能起緊，而家起緊，遊緊浮，希望下個禮拜可以嚟到啦。太多款嘢食咯，好開心喎、哦！